假如 f of x 呢等于 7x 四次方减 25x 三次方减 60x 平方加 49x 加87，那么 f of 5等于多少？好，那这一长串的 f of x 我念下来之后，你有没有发现它的次方跟系数看起来都比较讨人厌？所以这种题目呢，我们就是要用综合除法下去做。好，那综合除法，我们就要把系数一样把它写下来。来四次、三次、两次、一次，常数。好，那 f of 5，所以我们这边就写上5。来七放下来，七五三十五，负25加35是10，十乘五，50。好，加下来负10，负10乘以5负50，加下来负一。负一乘以五是负五，加下来是82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得到 f of 5的话呢，是等于82。